绝对音乐，绝对新势力，2019 HITO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。继续再回来，我们在今年2019 HITO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的后台，刚刚才领完奖，来到我们的休息室。其实刚刚还在荧幕上面看到有歌迷要跟你告白，说好喜欢你，好喜欢你，真的真的在那边，而且也是我们进榜周数最久的歌手，欢迎李荣浩。21周嘛，对对，20多个礼拜，从去年的单曲开始推出，然后每一次每一次进到了我们的 HITO 中文排行榜上面，一直到后来的耳朵，哇，真的是攻占了太多人的耳朵，好厉害啊！这张专辑，然后后来 Baby， 然后这样说着，对，对最后一张 Baby。我们很想给他进榜，可是还没有播完，对对对对，还没有播完，大家都一阵错愕这样子，对，感觉怎么样？这次再回到了我们的HITO 流行音乐奖的舞台上，对，因为其实HITO我们之前也有来过，对，然后这次感觉来了，看到后台很多很熟悉的这个工作人员同事，就感觉黑巡老朋友聚会这样，对，然后后台也看了很多熟悉的艺人，然后刚才在台上拿到那个21周那个奖，其实真的蛮开心的，因为。非常感谢所有听众对我那个耳朵这张专辑的那么久以来的支持，其实这个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嘛。对对对，所以还是感谢所有的这个歌迷朋友，谢谢。而且来到，就算来到了我们的颁奖典礼，你看还看到酷狗音乐的强哥，强哥，强哥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就专门飞到台北来堵他，找我。这李荣浩现在就不得了嘛，大忙人，大忙人，太忙，因为在忙巡演嘛。对啊，我觉得在演出，对，在演出，然后就每周一个城市啊这样的，所以就必须。到 HITO 的后台来堵到李荣浩，你知道我今天找你来真的是有特别的安排的，对，因为你在音乐当中很深情，然后在制作方面很专业，然后在感情方面嘴很严，所以呢，我嘴厉害厉害厉害，我嘴还严，你嘴啊还可以了，我嘴还我，可能我们问的不太多哈，我们来聊一下，很识相，我们都很识相，关键是我们是想要看到就是李荣浩比较童真童趣的一面，所以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些很童年感觉的小玩意儿，跟你想要跟你来比拼一下，挑战哪一个？我这个这个。这个吗？这个，小王弹珠台，比较大型一点。那不然你来吧。那我来，我来。没有高科技的。哎，都50几。走。30，再一球，再一球，再一球。30还不错。30好低啊，这还最高。30还可以，最高100而已。有200。你眼睛还不错嘛？300，还有300。哦，还有个300。300，加油。有可能吗，先？弄到三。哎呦，差一。哎呦，100。2个130，小强怎么搞？今天我就是一直输就对了。不是，他缺200给我。来来来来，我试试看。130，啊，130。很多轮到目前为止，我还没有看到100。都没有。你看，你看，20。Right，come on。来一个，来一个，来。40也不错了，其实。自尊心，自尊心受损，但没有关系，还是让你舔舔嘴。哦，好吧，他有两个选择，一个是打榜，但他不用打榜，他已经进榜最久，还打什么东西啊？那就拿个吃的，先就这个蓝都是我的。哇塞，你想得美哦！再打你想这个？对对对，来来来来，挑一点。我给你介绍，这个我觉得很不错，橡皮糖。哦，这个是大概可能真的只有台湾的比较怀旧的，如果你回去看影片的话，不少人都选这个，哎，对，好，对对对，那我就选。听懂了啊，大家听懂了，回去看一下 ，OK， 好了，那还是待会在今天我好坏啊，你故意让他选这个，就是什么？倒也没有，这是我推荐的，我丢地上了，没有，你敢选这真的好吃，因为只是刚才有一家，这真的好吃，这个也然后小美美也吃了嘛 ，Curtis 也吃，啊，好的，哎，好，我女儿也选。对啊，刚刚也吃了这个，他很忙，他很忙，打游戏。好了，在最后我还是要特别感谢李荣浩。那当然，还是要不要跟我们今天预告一下，2019继续的巡回下去吗？接下来的动向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？对对对，因为2019年其实蛮充实的一年，除了大家知道我现在在跑那个年少有为的这个世界巡回演唱会，没错，年少有为也会在台北今年。对对，然后现在新的专辑其实已经。再弄了，动起来了。对对对，然后希望是，我不知道，不确定，我希望今年可以再发一张专辑。哇，对，然后再来就是最后，往后可能还会有一些节目，大家会在节目里面看到。哦，就是音乐类的，对对之类的节目。OK。对对对，所以就感觉还挺忙碌，但是
还是要感谢大家的支持吧，就一路以来的支持，包括我的音乐和我的这些节目的东西，对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李荣浩刚刚说了，可能会有新作品推出，其他的歌手注意，每一次推出都是进榜最久的这一位歌手。那真的是厉害，大家要注意啊！这样，对对，真是对，但还是一样，谢谢李荣浩，谢谢，谢谢喽。2019 Hiddle 流行音乐奖。